感谢大家用心看完整段影片。本频道是利用养病剩余的时间制作的，至于什么病呢，请点选右上角的连结吧。喜欢影片就帮我按赞分享，别忘了订阅北中生活旅行家频道哦，记得开启小铃铛，就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，我们会不定期上架新的影片。另外也可以搜寻 FB 加入粉丝团哦。